下一个报告，我们又回到我们的 MEC 上，由中国电信创新中心的副主任杨主任来给我们看看，究竟中国电信对我们的 MEC 有什么样的思考？有请杨主任。 站了半天，觉得这个可见这个 MEC 不知道是火了还是即将火了，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的这个 MEC 方面的工作，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运营商在 MEC 方面的思考，也许可能对大家做这个 MEC 方面的工作可能会有一些启发吧，希望这个能够我们的这些思考能够对大家有一些这个。 MEC 本身的这个背景，其实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但是现在的一些变化就是 ，MEC 最重要的一个讲的，主要是想目的是开发这个无线接入网络的乱测，网络信息感知与开放，这样就是说呢，实现这个无线接入网本身呢，也有一定的整合化，因为传统的比如说网络的所有的东西需要解决的，所有的信息全部都集中在核心网络内测，这是最好的，是本地化的。但是实际上。 很多非常重要的信息，包括我们这些网络资源的信息啊，网络状态的信息啊等等，这个取不出来的，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传输的过程中都淹没掉了，所以大家就希望能够在把无线接入网络能够开发出来，或者是，但是随着这个应用，我们就发现随着这个时间的进展，我们发现在乱测就做进一步的开放，我们涉及到网络本身的一些变化，其实我们需要很多的。 这个网络信息在乱测的过程中传，就改变我们传统的阻断到核心网这样的接口，那么这个就限制了我们实际上是比较困难解决的事情。所以实际上就是说 ，MEC 到现在虽然说很热闹，但是呢，真的实际上到用网络到实处就存在很大的困难。那么 ETSI 呢是 MEC 最高的，ETSI 呢，这个 MEC 呢就是 Mobile Edge Computing。 Multi-access，都接入的，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讲，实际上就扩展了这个所谓MEC的概念。那么总体来讲，现在看呢，就是说呢，可能 MEC 的价格就是技术特征就是价格能够产生这些地方，比如说在 EMBB 和 UISA 和 MMTC 它的作用不一样，那么在 EMBB 的作用就是我们的 EMBB 呢是叫EMB 是增强 ，MBB 是移动宽带。 那么这个里面主要强调的是低时延、高带宽的虚拟化，然后可以接受无带宽。那么另外一个在 UIRC 呢，就是主要是降低时延，就这个很重要，就未来的这个5G的业务啊、垂直应用，那么 UIRC 呢，这些很重要的业务。如果我们还是传统的网络架构，那么它核心网转掉，基本上时延全部就被吃掉，这个业务就没法进行。 第三个是 MMTC 呢，最主要在于是降低这个终端侧的功耗，提高边缘计算的能力，提供这个 MMTC 业务支持能力。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其实呢，现在在我们做的工作，我们这个团队吧，做的工作，我知道，有三个不同的标准。 这个体系当中，不再进行，一个是在ETSI的，那么它从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二阶段，具体的这个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做的工作呢，就不再念了。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体系就是3G的在TSR、TSR、TSR的，然后5G的支持的提供这个支持能力。那么为了支持移动边缘计算和网络事情的发展变化。 这个能力呢，就明确的一些这个标准的在标准化过程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就是说 ，CCSA 呢，在这个九级这个
当前四 G 和五 G 和未来五 G 的应用不同的这个面向，这个 NEC 的一些标准立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领域的主要是LTE 的。其实之前我们中国电信在做这个MEC 的也能够在 LTE 这基于 LTE 的这个网络，我们已经做过一些尝试。那么后面第二个呢是芯片计算，这个最主要是基于五 G 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网络本身讲呢，所以全球的一个时候大家都认识，从网络本身技术大家认识的 MEC 为什么要用中国这个关键技术，为什么会是一个关键技术，因为五 G 呢跟过去不一样，现在 ITU 确定的这个标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叫做要提供定制化的无线网。定制化的无线网呢，其实肯定是区域性的或者局域性的，或者是一个典型场景的应用，不再是说传统移动网的大范围的广域的覆盖，但那个是它的更多的需要我们做特殊应用的这种需求场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要满足这种定制化的网络和定制化的业务应用，这些呢就是非常重要的手段。再看一看，在四 G 当中呢，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做法？那么我们在那个，我跟我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前面那个图上当中那个服务器的那个方，如果说，如果我假如没有这个服务器的话，那就是传统的概念，就是一路往下。那么我们从那个基站里面叫 UDP 到核心网侧 MME、SP 的位置以及 PC 版，特别是就是过去的，通过 SE 接口上。这个 SME 现在是 SME 标准，也是用上的数据的。那么现在呢，要支持 MEC 的，计算机在这个基站和网络侧要串，不是另一个东西。这就是问题，要串一个东西，就是我不是另一个的话，就很简单，另一个不会对线路产生影响。你串一个，需要对网络线路架构和结构产生影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架构呢，旗下的就是本地网和公网，本地业务的控制系统也有一定的叫 EPC 的控制。对我们传统公网业务没什么影响，但是呢，在这具体体现起来，MEC的业务就相当于是本地分流。那么本地分流了，如果本地分流规则的业务，就通过在本地上面传输。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实践过程中，有一些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一本比方说这个是这个是驾校的一个驾校呢，有一种就是说，在学生在上车的时候，他这个视频需要实时的上传，上传的传统呢，有一种网络，那就是通过基站，中端放在车上，车上通过基站，就是到我们附近的这个回来，回来的时候在我们本地的公司，这样的。目前的现实情况下，就实验那个就不是非常麻烦，但是呢，对传输的效果很麻烦，这是一个情况。那么我们通过使用 MEC 以后，就是说，我们把一个可以看到，就是说，把这个红的直接就通过这个 MEC 的这个航路到本地的这个服务器当中，那个视频监控中心，这样接收到海纳的传输带宽。第二个场景呢，是比较典型的是那个。就是是智慧园区的或者工业园区啊、校园啊，这种，因此可以看到的分两种情况。如果是本地的业务，就是说我，比方说我们那里面就或者我们会场这些，但要用我们的是这个本地的业务，你访问本地的服务器，直接通过绿色的这种网络化系统。那么我们要访问外面，那可以说我们出去，这样就是非常适合的是工业园区校园。大量的这个流量是业务本地产生、本地转变，同时呢还有支持这个工业控制的这种场景。基于这种架构，在很多时候有一些实验性这个网络，实验也不能说这些实验，实验在四 G 网络有一些商用应用案例。那么实际上呢，在四 G 当中使用的是。通讯部署呢，才是有问题。我们关于网络呢，虽然不需要时间改造，
过程中，因为它解决全部的问题，要解决计费的问题等等，就是我需要去做这个事情，做一些非标准化的改造。第二方面就是商业模式的这个场景，商业模式的公示意义，就是它本身的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在合场讲了很多次，就是云商务这样，我希望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推广的去工作模式，我可以推广全网建设。但是 NTC 的这个每一个地方的特点不一样，它所解决的问题可能的诉求不一样，对网络一些特别要求也不一样，所以呢，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说我在这地方做成功的模式，我考虑了，你放到那个地方就可以。这种情况目前看基本上没有。而且呢，这个在传统上缺乏这个行业标准，当然这个行业标准你不能说完全是缺乏，因为 3GPP 其实在4G的时候已经定义了。类似 MEC 的，当然它没有 MEC 的概念，就是做了地板生活，就是说其实从网络生活上是可以把这个业务啊，把它分成把它把基于业务类型或者业务切入系统或者等等运营商的策略，当然可以把这个业务的规划，但实际上呢，其实在网络当中并没有真正应用成为标准上的一个类型。因为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到 4G MEC 应用，实际上现在才说很热的，比如说做了一些实验尝试。实际上总体上还没有达到预期的那个热度是什么，就是说说明还有好多问题，就先往这个方向。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其实我今天听了这个，我们听了那个需要者和HCC他们讲的这些业务应用，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 MEC 最主要的其实不是对运营商来讲就是很简单，是一个网络架构性的挑战，这个不是不可以做，是可以做，但更合适的比例更合适是基于哪些有价值，就是可以应对 MEC 的业务需要来去做这个。那么我们看看 MEC 在云计算的应用，这是我们在跟踪 3GPP 研究的这个过程，因为这个 3GPP 目前确定下来这个经典结构架构，就左边这个那个这叫什么黄色的框里面吧，大概 MEC 未来在网计算支持的两种模式。一种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基于 IP 上面，基于对上面，就对这个基于 IP 的 DNS 和 UPF， 就有点模式是未来是这个叮当铺的这个就是业务平面的功能，就类似于就是说我们的这个4G当中 EPC 当中的这个用户平面功能。那么这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说业务都是本地化，包括用户或者是业务都是本地化，那么这个就很灵活了。那么我们用户就能做到这个业务中心，这是我们业务场景上，然后我们一个独立的像博物馆什么的，或者说我们博物馆这个一个场景啊，或者说我们在学校校园里面或者教室或者这种场景，这种是业务中心的场地，我只有这个，这是。那么另一种情况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说。基于不同的业务类型呢，它可以怎么样，也可以怎么样。那就是因为这个网络本身是，它是业务，有部分的业务是在本地，那么产生或者是中间的，那有其他业务是到公网上，那么这种情况需要有统一的网站，就是下面的情况。那么这两种情况，在未来都可能应用。这也是今天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研究三这个 MEC 的过程当中，就是说最常出现的。这个场景，我们这 3GPP 在五 G 当中呢，就是已经对 MEC 这个架构支持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那天研究成果吧，结合了这个 3GPP 的 ETSI 的和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就是说，其实 MEC 呢还是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大家在互联网架构上值得去研究的。我们呢就是首先一个是吧，基本模板架构。就是 GNTC 我讲结合 ETSI 的和 3GPP 的 MEC， 就是怎么样实现用户链灵活分布探寻部署，同时呢业务应用的本地化进行部署，包括像我们的开放。那么上面这个图呢，就是最上面那个图是左上方的那个图，是那个我们自己研究的 MEC 的模块架构。那么这个模块架构就是它的基本的特点，基于多个平台。可以支持 MEC 的公共业务应用的部署，同时支持这个用户链的下沉、业务能力的部署。再一个，支持网络信息的感知的开放，支持网络加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这
个这个构成呢，就是 MEC 的这个 server 本身呢，它构成的位置可以是基于这个业务是关联的，那么可能是在本地级的最极端的情况，比方说我们真的这个好本，这个一好本，我们是一个标准的，那这个体现从网络的实现，我们是做了过了基站本身，那么就是 MEC server 能够管理基站这个位置。那么第二个层面上，如果我们实验稍微有些比较宽的要求，那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落到本地的一些接入节点。那如果实验更加要求更加不那么苛刻，我们可以到本地的地区。那基本上这些不同的 MEC 的各个方位，都有些考虑。那么可能上面的区域 DC 这个地方是规定，这是我们整个的，其实是这个核心的其他层面的一个地方。这是未来我们这个架构是我们。未来我们提到了不同的一些情况。那最后呢，还有一个胶片，就是我们就结合运营商吧，因为网站应用和个人应用的思考 ，GMEC 的这个固定感受融合了一些。那么其实呢 ，MEC 本身呢是做固定化的数据库，但是 MEC 的应用呢可以实现这些问题，多接入选择，在多少场。通过 MEC 可以的话，这个什么呢？可以把无线接入 4G、5G 的 WiFi 站，计算是 GCA 共享的每个部分层面。